大家都会说我们的工作相对来说会比较孤单，每天可能就是到处飞飞飞，然后机场，然后酒店，但是每次一看到你们的时候觉得自己像回家一样，所以希望你们永远都要回望，永远都要好好的，希望你们跟我一起都可以在任何地方都有回家的那种安全。谢谢每一个听过我的人。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非常非常开心跟你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谢谢你们，谢谢。新的旅程生生不息中华季节目基本已经确定，22日在长沙乐天制作演播厅进行首轮的录制，而周深也将作为常驻嘉宾参与录制。网络上有这样一份首期的嘉宾阵容的歌单，可以视作一场豪华的视觉听觉盛宴。中华季目前录制的歌手有21位，分别是香港歌手古巨基、林忆莲、谭咏麟、容祖儿、张天赋，宝岛歌手黄丽玲、王心凌、齐豫，内地歌手周深、毛阿敏、韩红、黄绮珊、汪苏泷、郁可唯、张琪等，总共21位歌手将演唱28首经典歌曲。据悉，这其中首期节目是每位歌手都会有独唱歌曲，独唱的都是其他歌手的成名曲或经典曲目。这其中韩红将演唱周深的成名曲《大鱼》，周深将演唱林忆莲的经典曲目《无言歌》。其实还是蛮期待韩红演唱《大鱼》的。韩红的声线也是宛若天籁，大气空灵，高音无敌，肯定能演绎出不同于周深的大鱼。而周深将演唱林忆莲的《无言歌》，迷幻的氛围，跳跃的编曲，极端的外在形式，清亮的吟唱，华丽金属中的美声和音，这一切的元素仿佛是为周深在量身定做，相信肯定又是周深的一次神级演绎，太期待了。另外，还有两个人的合唱，看得出来节目组很看重周深，让他和最前辈的歌手林忆莲一起合唱韩红的歌曲《美丽的神话》，相信这个舞台出来之后也会成为本期节目最经典、播放数据最好的舞台之一。
早前周深在卡布时期就无数次翻唱林岩的歌曲，现在终于要在前辈面前演绎前辈的歌曲，而且还会合唱，周深肯定又要无比紧张了。他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我们鼓励他要放松，减轻自我压力，因为他的音乐已经触动了人心，我们相信他会继续为音乐事业贡献更多精彩的作品。相信这一季节目势必会收获三季以来最强口碑，你们最期待哪位歌手呢？周深时间之海直播场外的超强声压，太震撼了吧。我是歌手周深，相信在每个人的记忆当中，迪士尼都一直陪伴着我们长大，大家都会多多少少就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候都会跟迪士尼的这些动画电影动画作品有一个小小的偶遇。然后在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们在上语文课的时候，我们老师就给我们看了，应该看的是花木兰的动画电影，然后就看完了整个故事，我就会觉得啊，用另外一个风格的笔触去描写了咱们一个自己中国的故事。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里面的歌曲 Who is the girl I see staring Jane back at me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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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给我记忆非常深刻吧，就觉得会有另外一种的笔触或者是一个角度去讲述一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故事。